拉花拉花。哇，这么大一堆！你看这东西啊！哦，大呀！嘿。再加一把尤加利，这个叫做尤加利 ，OK。Beautiful。发财了啊！月牙，你们帮我拿嘛。月牙这是。哎，玉仙鱼。有吗？慢慢吃。OK。现在花回来了，拿到他家里面了，要养两天，五号才开始住，要剪一下，然后才能养起来。要把他的那个口子给剪出新的口子来，这样的话他才可以吸收水分。还可以养得久一点啊，马丁犀，香槟色的，香槟色的玫瑰，香槟色的玫瑰一把，大红色的玫瑰四把，这是尤加利，百合，寓意的百年好合，这是你最喜欢的，马丁犀。这是红豆，又加绿，这里还有一把玫瑰，这里有一把洋桔梗。这里有两个区域的大厅，所以得做两个拉花阳台、电视墙。我再要买菜去了，等一下。可能有很多人过来吃饭，那个六号早晨去接亲的，等下一起过来可能有十几个人。他们这里是商品房，这布置的话就简单一点。还有就是吃饭的话是在饭店里面，那里的话就不需要阿凡再怎么去做了。期待啊！看一下阿花怎么把他这个大厅给他做的漂漂亮亮的，喜庆喜庆的啊！红红红红。刘海。就是蕨菜嘛，今天谁说的剁椒鱼头，我是剁椒煮鱼头。两个辣椒的牛排，两个辣椒的牛排，就是花生油，蚝油，土豪吃的油，蚝油。对，那夜空中，春天的星星，你吃光完吧，管了那么多，锅子这么大一点。
管喽，这个。这是不是五家比做煎蛋？现在都差不多六家了。嗯。九家哥没来。九家哥没来。咦，这是蛮好看的，这个是个锅头，挺好玩的。这个好玩，不要好看。这蛋煎的也不咋样的，锅太小了。这个火也那么小，哎呦，马上就黄了。对，说的是火不给力嘛。一下就好了，这个锅小嘛，那个能煎，那个能煎得熟、哦。啊，嗯，一般哦。准备吃饭。五加皮煎蛋嘛，是不是？你看到全能看了，给你检查一下个方法。你三个脚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一个在干嘛？哎，好好好。男一男二男三男四男五男六男七，这个男主角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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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